萧大人，弟子陈峰斗胆提请求，可否让弟子在宗里多待一个月？你们俩呀，之前还说支持师父走。告别这事儿，就只是嘴上说的容易。托体同山阿，我教过了，这酒得应青雨的。你到底当师父是什么？天地广阔，任我遨游，那是他想过的日子，不是我想过的。